哥谁都不爱，只爱地球。妈宝是啥？我只知道环保。爱地球很时尚，社会在走，大爱环保，拍照要有，是不是很可以？姑姑，我们牵手爱护我们的家。时尚年轻人的语法写成手拿看板，大爱馆王美强很吸睛。我不喜欢你都很难，因为你给我幸福。不是光节奏，是很写实，而且处处显得它的特别跟美丽。大人小孩都爱，亲子合照也喜欢这片墙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然后爱地球，爱环保。花朵由环保志工回收宝特瓶制成，标语由静思谷队创意发想，希望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成为脸书热门打卡点。一直很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人能够来到这个大爱环保人文馆，是因为我们觉得尤其是年轻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在推广环保，而且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园。宣传环保，绞尽脑汁，透过王美强吸引大家走入大爱馆，进一步传扬正确观念。大爱新闻的亚平、杨俊廷台中报道。